现在就是有网友接下在来问，我再给你啊，有哦，网友对，来有问，网友，先回答网友对，问题吧。对对对，说这个成年雄虎能达到多少斤？成年雄虎哈，对。实际上，我了解的啊，我接触到的，可能体重能达到超过500斤，那么超重，过五百五斤，百对，斤。超过五百斤，不止500斤哈哈。然后呢，据这个文献记载呀，可能的最大的这个最体重最大的可能也接近300公斤左右吧，300公斤，接近300公斤左右，甚至哇！可能有个别的个体，甚至哪个会超过300公斤。所以说，这个东北虎啊，它可以说是进化过程中最陆地上最强大的捕食者之一，没错，最有力量捕食者之一。所以才会说他是山大王，对呀，那嗯，当然是，霸王，它不仅山仅中在的。体重啊，而且在捕食技巧方面都。它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，它变成了山中之王。您刚才也说老虎很聪明的，老虎，嗯，对对，老虎不仅仅，它如果不聪明的话，它怎么能够当大王呢？是不是？对，